跟踪三点通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VMware User Group。VNUG、VMUG 是 VMware User Group 的简称，这是一个遍布全球各地由用户主导运作的公开社群，希望透过知识的共享、技术的培训以及活动的交流，为使用 VMware 产品的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。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平台来收集跟反馈用户的意见以及想法，而且台湾的 VMUG 是全球上百个 VMUG 中第一个中文用户社群。首先呢，加入 VMUG 的会员是完全免费的。再来呢，你可以享有非常多免费的线上培训课程，无时差的拥有最新的技术资讯、产品情报，还有参加各种 VMUG 举办的线上跟线下的活动，与来自各地的技术达人们做深度的交流，建立你自己的专家人脉。同时呢，你可以丰富您的知识跟技能。当然，当你使用 VMware 的产品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记得在社群平台上面发问，相信这些热心的达人们会无私的分享他们的使用经验，为你解惑。其实加入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第一步扫描 QR Code 进入注册的页面，第二步扫描 QR Code 参考我们为你准备的详细注册流程，你只要花3分钟的时间填妥资料即可。同时也欢迎您加入台湾 VMware User Group 脸书社团，期待与各位在 VMUG 上见面，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跟交流。VMware 为您掌握数位转型的关键。